我要把唐国放到火上烤。这一把火，我要把唐国外围的敌军全部冲开，我军长驱直入，直扑唐国。 发电，致全军。国民革命军第57师，奉命镇守唐德，阻击敌军。我全军将士，吾当奋勇杀敌，坚决抗战，誓保唐德，为党国尽全忠，为民族尽全孝。诚在人在，诚破人亡。传我的命令，营长雷大福取得守保难民，不能让他们大批的涌进唐德。参谋长白志新率部守住长江阵地，坚决阻击敌人。 我们已经阻敌两天了，任务是到早上7点，差不多可以退下来了。完颜风光北固楼，滚滚长江自古就是好战场。等雷大虎他们回来，他要是拦不住灾民，我们就在这厮守。我来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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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好了，老乡们，往哪儿逃？ 都不能往唐德走，实话告诉你们，唐德现在已经不归政府管了，归阎王爷管。要想活命的，都给我赶到！唐德不让去，能让我们去死呀？是啊，不让我们去唐德，还不如直接毙了我们呢。对，我们要进城。这是军令，我也没办法，再不听话的话，真毙了你们！ 小姐，马上就到唐德了。咱们的特别行动队已经偷偷渡过沅江，伺机混入唐德。他们的任务是让唐德从内部乱起来，来自里面的火才是无法熄灭的火。 唐德。
西南门户，米粮重镇，战局艰难啊！大批的难民涌进唐德，他们要吃我们的粮食，可我们的粮食是给重庆政府、给国军精锐的，故为天下大计，当紧闭城门。唐德失，则西南失；西南失，则中国失。所以啊，你们一定要守好唐德的大门。守好了唐德的大门，就是守好重庆的大门，守住了委员长的大门。还有什么事情要问吗？有。何平安呐，何平安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要问什么？给委员长看门也不发工钱吗？都两个月了，局长，兄弟们饿呀。你只要守好了大门，这个月给你们大家发双饷。是，保证看住城门，一只老鼠都不放进去，为党国尽忠职守。为党国尽忠职守。给我把城门守好了。呸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咱们那点钱全让他们放了高利贷了。何头，要说还是你仗义，什么话都敢说。看来要变天了。是是是是是。二小姐，前面有当兵的封路，说是不让回唐德。有多少兵？百十来号人，前往冲了天，看来是上面下了死命令，不许上人。咱们先过去看看吧。好。国家警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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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警察。什么人？这是我们沈家的二小姐，沈香菱。沈香菱，唐德有粮食，你不让我们进去，是怕我们这些老百姓抢你们的粮吗？胡说八道！老乡们，不让你们回唐德，完全为了救你们的命。救我们？我看你是想要活活的把我们饿死吧。大伙也看到了，我们沈家的车马哪一样不是价值千金呢？换句话说，用我们沈家的钱可以买下半座唐德城。如果唐德真的有危险，我会回去送死吗？你们这些当兵的心真够狠的。不过你不让我们回唐德，我们偏要回。想要活命的，跟着我沈香菱的车回唐德。回唐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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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唐德。这个小女子，你要再妖言惑众，妨碍我执行军务，小心我真的开枪了。好啊，有子弹冲着我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沈家可不是吃素的。嘿，又一个小女子，别以为我不敢对女人开枪。参谋长，我们的兵力已经抵不住下一任进攻了。防线后面的民宅还在不在？百姓都走了，房子还在。叫上一个营，把每一户的大灶都点起来，要做到户户有炊烟。参谋长，您这是？我要借天。大伙都看到了吧？我说了实话，他们就想杀人灭口。不过我现在倒要看看，你敢不敢向我开枪？
还是那句话，想要活命的，跟着我沈香菱的车回唐德。我看谁敢！小姐，城门关了，人都截住了。看来是想要死人了。包参谋长，大伙没能完成任务，您处罚我吧。没什么，组织弟兄们上阵地吧。参谋长，老百姓不撤退，咱们的弟兄就这么白白送死了？能让老百姓去死吗？明白，坚守阵地，为老百姓争取时间。真是老天爷保佑啊！起了这么大一片雾，借来的。什么？借来的？几百户的炊烟把薄雾吹浓了，这是我借来的。参谋长，您简直是太神了，诸葛亮也不过如此啊！老百姓已经奔唐德了，我们身后已经没人了。借来的东西真是留不住啊！传令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立刻撤退。是。参谋长，您这又是唱哪出啊？用你的话说，阎王爷来催命了。这雨一下，雾就散了。雾散了，咱拿什么挡日本人？雾散之前，务必撤离。明白。何腾，你听听，这不造孽呢吗？这当官的有钱发高利贷，就没钱给老百姓发点粮食吃。你真想当一回英雄，下去一脚把门踹开，告诉乡亲们，城里有的是粮食，抢他奶奶的！自己说都过瘾，是过瘾。那张局长给你一巴掌，扒你这身皮，打你一顿鞭子，扫地出门，不但接不了锅，新娶的姨太太还跟别人走了，多过瘾呢！合同，我不就那么一说吗？你还不了解我？我知道，战争时期撕开城门是要杀头的。说，谁要是能开城门，沈家就赏他500块大洋。
上的差爷，你们听好了，谁把城门打开，沈家小姐承诺赏钱500块，绝不食言。何同，你听见没有？500块大洋，有命挣没命花，给个金山也拍搭。你不是第一天当警察了，沉着点。风惊雨急啊，雨一停，日军就能突破第一道防线，渡过长江，灾民都往唐德去了。如果唐德乱了，这一仗就是不攻自破呀。这一仗能不能撑下去，就要看唐德的大门能不能紧闭了。他们守的不单单是唐德的大门，也是重庆的大门，甚至是西南战场乃至整个东南亚战场的大门。师座，严重了吧？珍珠港事件以后，日军陷入三线作战，疲于支撑。攻打唐德，是他们败露险线以后疯狂的反扑。唐德是湘北重镇，川桂的门户，更是武汉失守以后重庆大后方的唯一补给线。一旦失守，重庆将会直接暴露在日本兵锋之下，将会成为一座彻底的困城、危城。8000虎贲将士，愿拼尽全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守住唐德。守住唐德，就得守住家乡。
哪儿来的俏婆娘？声音不错呀，就凭这嗓儿都得押回去做婆娘。大哥，城门还不开，老三进不去啊！去帮吧，老三！弟兄们，走！是。我说话绝对算数，这是我们沈家的传家宝，我可以拿它做抵押。不知亲王殿下，您怎么看呢？我认为这恰恰是个机会。如果这场战役让您来指挥，您会怎么做呢？正如您所说，中国军队会逐次散开，把我们一步一步地吸引到唐德，然后用一个唐德城来牵制我们的大军。这看似高明，不过其中却有很大的问题。哦，您也看出来了？哼，唐德。不错，唐德根本拖不住我们，等不到中国军队的回援，我们就可以拿下唐德。于鹏城的虎贲师不可能阻挡我们的脚步。没错，我已经安排藤原弥山带人进入城内，只要他们打开城门，我们的人就可以渗透进去。他们想用烈火烤死我们，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改嫁，我高兴，哭不着。让开，何等！进去了，差不多了，收兵吧，以后的事儿就看老三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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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师傅啊，做这么个小饼得花多少钱啊？用油一毛，用柴半毛，米面五毛，一共六毛半。哦，要是花钱买的话得多少钱呢？两元钱一张。一张饼六毛半，要卖的话得两块钱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各位，可以说，唐德的粮食都要经过你们之手。那
我魏某人就得问一问，为什么唐德的老百姓吃不起自己的米粮呢？ 不说话是吧？好，那我来替你们说。各位都是识大体、讲大局的大人，可以说是把控着唐德的粮价，农户卖粮，你们就压低价格；等把粮食收起来了，你们就抬高价格。你们之间是配合默契。 正如蒋委员长号召的那样，精诚合作，团结一致。何平安，你好大的胆儿！你长本事了你，竟敢撕开城门！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局长，河头闭嘴！你想替他求情吗？你的事回头再说，把何平安给我押回去，是杀是打，我去请示县长。再说。 上后吧，别犯难了。队也不住了，何头？小猴子，小猴子。 我出去买点粮食，你在家里头乖乖的啊！爹说了，这几天我们不让上街。什么事儿都听你爹的，咱们都饿死八百回了。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听话，不然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放粮食了，让大家赶紧领了，粮食领了！哎哎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谁看他粮食了？大家都去了，快去吧！ 何头，你说你这是何苦的？这事儿我来扛，可那五百块我得拿大头啊！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提钱？要万一让张局长给你崩了，那点钱不说什么呢？各位乡亲们，你们都是逃难来到常德的，在城门口我们曾经共患难，我们沈家。 虽然是生意人，可是宅心仁厚，不忍心看着大伙挨饿，所以我们决定开铺放粮，大伙每个人可以领一斗的粮食。让开，让开！二姐，你这干什么呢？给他们放粮啊。 他们是你什么人呢？你给他们放粮，用我们沈家的粮食救他们的命。我们是做生意，不是开善堂。你懂什么？我不是为了救他们，是为了救爹。救爹？我看你是要存心气死爹。我看你想存心败了我们沈家，给你那个死鬼的妈出头。我告诉你，沈香菱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就做不了那主。 你给我听着，爹不在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还轮不到你说话的份儿。该逛你的窑子，逛你的窑子；该抽你的大烟，抽你的大烟，都给我滚！你等着。走。周四，放粮。我们开铺放粮。谢谢。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等会儿咱们也办成难民去领粮食，趁机会捞一把。巧了，好，走。我们要想办法让唐德乱起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走。眼下，日本人要打过来。 老百姓要吃粮，政府官员要吃粮，前线的士兵更要吃粮。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捐点粮啊？
哎呀，这雨浇的滋味不好受啊，别浇出个好歹来。各位都是做买卖的，我魏某人也跟你们学学做买卖。我这儿有姜汤，姜汤5000斤粮食一碗，雨伞10000斤粮食一把，不知道各位给不给我面子，给不给我赏光啊？这有点太贵了吧？县长这是拿咱们开刀啊！沈老板，听说最近你的龙体欠安，可别教坏了。我魏母的姜汤没有毒，只怕这姜汤真的就是碗穿肠毒药吧。大家别急，他们本家没有那么多粮食，狼多肉少，抢啊！抢！跟我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像吗？你给我打开，把枪给我。哎，嫂子欠你一次。贺导，你就是要跑也没在兄弟手底下跑啊！你这不是害我吗？谁说我要跑了？你嫂子在人群里面，你给我打开，把枪借给我，我吓唬吓唬他们，把你嫂子带出来。你不会打开是吧？那我只好找你媳妇聊聊。你跟她聊啥？聊聊你在外边新娶的姨太太。何头，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他可是我们家母老虎啊！废什么话，赶紧的，给老子打开！何头，千万别开枪，开枪咱们谁也兜不住了。赵子龙杀得还七进七出，兄弟们，扛上粮食都别拦着，走走，快快！哎呀，这老板很会开玩笑啊。魏县长是谋大事的人，谋划了这么多年，难道只为了这几万斤粮食？哎，我看你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您说的东风到了吗？
快了，就在眼前。风从东边来，从日本国来，日本兵就要打过来了。到时候，你魏县长就可以打着抗日的旗号，把我们的粮行全都吞掉。申茂没有猜错的话，今天你只是个试探，看看谁先交了粮，就是软弱可欺，就从他这儿下手。这姜汤啊，谁喝得越快，死得就越早。它不是毒药是什么呢？我本以为各位都是明白人，捐粮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看来你们还是不明白。好，我魏某有的是时间，我在这儿陪着你们，慢慢的想明白。县长，县长，出乱子了，和平安撕开城门，灾民都进城了，沈家粮行也被抢了，还死了人。这要是你大哥在，我何至于此啊！爹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你知道你姓什么吗？我沈家德薄啊，养了四个儿子，老大早亡，老三老四都是不争气的废物。雪文呢，倒是聪慧，可他只有十岁呀。我看你有些聪明，就指望你把沈家管起来。可是你呢，那可是祖宗留下的基业，是要传给你弟弟们的家底儿啊。魏县长那么逼我，我就是不松口。可是你呢，拿去救济灾民，你这不是要你爹的老命吗？啊，爹，这个家你不用再管了，把佛像拿出来吧。佛像拿出来，爹。佛像不在我身上。什么？佛像不在你身上？爹，他连家传的佛像都给弄丢了，这个家不能留他了。败家子儿，败家子儿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快收拾东西离开唐德。我就知道早晚会出事儿。可现在是一起出的，祸是一块闯的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扛啊？咱们惹不起，躲得起，离开唐德再也不回来了啊！咱们要是走了，还不是要连累他们吗？那你就不怕他们连累你？